老板，都好了。我现在是挺不好的，不是你不好，我是夫人不好了，老板。我有那么不好吗？老板，庄文成要参加股东会，他马上要成为金花奖动人了。安姐，晚上我们去庆祝一下，你恢复自由之身。都行。正好，安姐，晚上我也有些话想对你说。喂，霍院长。你快来江南酒店吧，庄文成已经成为了大股东，马上就要竞选执行董事了。什么？我先想办法拖住投票选举，你快点啊！啊，好的。出什么事了，兰姐？庄文成动手了，咱们马上去酒店阻止他。要不要跟夫人说一声？他已经把我拉黑了。可你有实权的行动，夫人知道会怪罪你的。庄文成私下买了这么多精华股份，其他股东为了保住位置，肯定会力挺他的，所以现在温岚应该很危险，我们走快点。你好，请问霍院长在吗？不好意思，霍院长和几位领导今天都没来上班。谢谢，走。中山酒店，又想来捣乱，自己慢慢找去吧。以上是我对京华三年来的未来规划，谢谢大家耐心的聆听。今天呢，是我们选举执行董事的这样一个会议。本次会议将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等一下，各位董事好。关于投票选举庄文成成为执行董事一事之前，我有一些资料想给大家看。庄文成，庄柔到底是你什么人？你当初是如何背着我妈出轨的？在座的各位叔叔们，都是跟我妈妈一起白手起家，兢兢业业才创立了现在的京华。我想请问各位，像庄文成这样一个德行有愧的人，如何可以成为京华的掌权人呢？先生，没有预约是不能进的。施主，你居然敢骗我！这就是我的亲女儿啊，她是多么不希望我来掌握京华呀。庄柔是我的亲生女儿，不假，但是她是我和前妻所生。诸位可能不知道，在和文清结婚之前，我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我和前妻许淑荣生下了女儿庄柔。文清死后啊，我因为心怀愧疚，就和前妻啊复了婚。出轨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啊。证据都在这里，你还狡辩。作为股东，我提议解除蓝博士在京华内的所有职务。温岚因为婚姻破裂，致使慕斯和京华的生意暂停合作。在董事选举之前，先举手表决吧。我同意。我也同意。同意。庄文成，你这是操控选票。哼，我不同意。吴总，今天是我们董事的会议，你虽然是投资方，就这么推门进来不太合适了，所以是不是？如果我说不呢？你就这么进来，名不正言不顺吗？那请问庄总，作为你们的股东，难道没有投票权吗？股东？什么股东啊？我们老板刚刚收购了不少精华的股份，以股东身份参加有问题吗？收购股份的事不只是你会做，只有超过3%股份的人才有资格投票选举呀。不好意思，刚刚好超过3%。刚才的会开到哪儿了？刚刚要开除蓝姐。比票多少？正好4-4。那现在5-4，我反对开除温岚。慕白，如果你站在我这一方，我可以立即代表京华
和你签书协议。我们慕斯集团看中的只有蓝博士，没有蓝博士，你们精华能给我什么？你们不是离婚了吗？对啊，但是现在我在追求他，所以以后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弄他。好，庄文成，那我想再问你几个问题。一，为什么在我失忆期间骗我签遗产转让书？二，为什么利用我和慕白结婚四处招摇撞骗？三，为什么让庄柔去实验室里偷资料？你这么害怕我研究成功，到底想隐瞒什么？我妈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你说的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吗？各位，今天这个局面关系到金华的未来。文清临死之前告诉我，让我小心庄文成，不仅不能开除温岚，还要彻查温清的死因。所以大家真的要让这样一个人掌管金华的未来吗？温岚，都是你逼我。小心。慕白，慕白，你醒了，你没事吧？保护蓝博士计划第38条，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创造各种机会博取同情。哦，哦，真疼。感觉怎么样？好疼，天在转，地也在转，这辈子好像就这样。哎，你磕的不是这儿吗？哦，对对对对对，这儿也疼。对对对。哦，这也疼。疼啊，吃一口就好了。怎么一直看着我，是不是被我帅到了？谢谢你，虽然你每次的及时赶到都给我添了很多麻烦，但是今天谢谢你。哦，谢谢我，就只用一个橘子，未免太敷衍了。当然不是啦，我愿意用高于你2倍购买价格的资金买回你手中的精华股份，这个诚意够吗？你觉得我帮你，只是为了一场生意吗？我答应和慕斯集团合作。我需要的不是这个。那你要什么？我想你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我是认真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们老板，电话，滚！石总，听说慕白参加了京华的股东大会，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蓝博士就和他们合作了。要不要问一下小石总发生了什么？不用，他不会说的。就算合作了又怎样？最后的成果是谁的，还不一定。安姐，他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包扎好了，但保险起见，还要再住院观察2天。谁让他总是逞英雄？阿楚，都怪我当时跑得不够快，不然就不会便宜他了。这怎么能叫便宜呢？有你为他关心，当然是便宜他了。他现在绝对偷着乐的。好啦，你也不要总是跟他针锋相对。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不是吧？你想想他当年做的那些蠢事儿，千万不要因为他救了你一命，就心软了。好了好了，不说他了。庄文成那边怎么样了？我打听到他为了收购股份变卖了不少房产，现在他应该欠了不少外债。我刚把消息放了出去，现在他的那些债主们应该都催着他还钱了。他就是罪有应得。
我怎么会跑呢？我会还你钱的。哎，陈总，我不是还有金华的股份吗？我把股份一卖，那不就有钱了不是？老钟，你现在风评这么差，又得罪了慕斯集团，谁还敢买你手上的股份？我不管，你马上告诉我你躲哪里去了。舒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你放手，庄文成，你看看你带我们过的什么日子。柔柔，你也要离开爸爸吗？爸，我和妈去老家了。舒荣，别说了，我们回老家了。柔柔，被你耽误了半辈子。舒荣，现在我不想跟你受苦了，你自己过吧，别找我们了。这些照片拍的也太丑了，谁放出去的？对呀，你看这标题取的，一定是有人蓄意报复。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带了，快！这个包的也太丑了。没事，老板，我有办法。在医院戴个帽子不会很奇怪吗？不奇怪啊，老板你看多完美。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等等，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跟我说？老板，我是真的不是故意打扰你跟夫人的，林董知道你买了很多股份硬要找你。我说的不是这个，你好好仔细再想一想。哦，我一定安排人重新发稿，要配您最最最最帅气的照片。上次你们那个什么智障团弄的什么破攻略，温岚现在都跟我离婚了，这件事情你忘了我可没忘。老板，那是个误会，我们还有终极大招。终极，你听过一句话没有？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你现在是因为夫人受了伤，那夫人一定对你抱有天然的同情心。他到时候过来看你，一问啊，慕白你怎么了，疼不疼？你就说哪儿都疼哪儿都疼，要夫人帮忙吹吹。我还有事，我要休息，走走走走，赶紧走，走。哦，那你好好休息啊。妈妈，那个叔叔怎么睡觉还戴着帽子？哦，叔叔可能头上受伤了吧。走，还不走，滚！怎么了？是伤口又痛了吗？要不要叫医生啊？不用，我帮你吹一下。有没有好一点？好多了。穆哥哥，穆哥哥，我听我爸爸说你受伤了，我可担心了。我亲手给你熬了鸡汤，你快尝尝吧。我不饿。你快尝尝吧。既然穆总有人照顾我，那我就先走了。哎，我来。穆哥哥，你不是已经跟他离婚了吗？林燕，离婚也是另一种开始，我现在要把他重新追回来。可是穆哥哥，我真的好喜欢你，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好喜欢你。我一直都把你当妹妹，你是知道的。可是感情这种东西是不能强求的。对不起。
文郎，文郎。高文成，终于找着你了，找你找到好辛苦啊！啊，陈总，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连本带利就全还给你。一个月？一个月当我傻子吗？你要是能还，早就还了。至于动作起草吗？要不三天，三天也可以，就给我三天时间，我保证三天。三天？绝对！我求求你，三天就可以了。快追！站住！你跑！高文成，别跑！站住！你跑！还跑？哟，我还没动手，你就开始碰瓷儿了！老朱，老朱！老朱，快打110！医生，我还有救。你肺部有肿瘤，现在已经到了病变中期，需要立刻进行手术，不然的话会很危险。哦，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具体的费用还不清楚，你先去缴10000块钱押金吧。谢谢。不客气。兰兰，温兰，我的女儿。高成，你还敢来？就是，我的钱，还钱。兰兰，救救我！救救爸爸！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我必须救救爸爸，不想死了。你还撒谎！这次我是真的，我报告给你们。庄文成，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你还要干什么？孟白，我的好女婿，我知道你还喜欢我女儿，你就给我100万好不好？我劝女儿和你复婚。庄文成，你闭嘴！啊，女婿，你就救救我，无可救药，我们走。孟白啊，我的好女婿，庄文成，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孟白，兰兰，兰兰。手术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不用担心。谢谢啊，今天又让你看笑话了。不会。我记得小时候，我最害怕过的节是母亲节，因为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妈妈，每次给妈妈写信，只能藏在心里。后来渐渐长大了，我最害怕过的节变成父亲节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父亲也不属于我。妈妈在天上，一定会看到你长大的样子，也会看到我孤单的样子。文兰，我记得有一本书上说，如果两个人手跟手触碰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独特的电流。你愿意试一试吗？
是不是在趁机占我便宜啊？哪有，走，我带你去散散心。老板，你刚刚的表情很怪异。我手抽筋了。抽筋了，严重吗？去医院吧。不用，不严重。你找我干嘛？我来就想问问你，你跟夫人的感情是不是有新进展了？我告诉你啊，他今天呢，主动牵的我的手。主动牵你的手？我要放，他也不肯放。那你还不赶紧乘胜追击，趁热打铁？怎么追击啊？这下一步就是浪漫的二人约会。哦，对对对。喂，明晚有空吗？开会。那后天晚上呢？有个实验。周末吧，周末有空了吧？先不说了，有事要忙。周六晚上我有空。老板，你又把我叫过来干嘛？没事就不能找你了？你可是我亲弟弟，时态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蓝姐已经和慕斯达成战略合作了，你就算让我帮你也来不及了。你就心甘情愿看着慕白和慕兰旧情复燃，重归于好。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有打算。打算？什么打算？继续默默的等待，等待他们俩再次结婚。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这一次他俩绝对不会复合。别人把你当傻子，别真的把自己当傻子。好，就算温岚现在不喜欢慕白，那慕白呢？他们如果合作，会天天在一起。你真的能保证温岚她永远不会动心？好好想想吧。你可是我亲弟弟，时态是我们的公司，只要实验没成功，我们就还有机会。我都已经这么完美了，还需要这一些衣服来衬托吗？这个当然需要，老板。你想，这是您和夫人离婚之后第一次约会，一定要让夫人感觉到有新鲜感，感觉到重新开始。哇，这个也不错。天哪，太好看了。怎么样？行，裤子也不错呀，刚好搭这套，好看啊。老板，夫人看到之后一定爱死了。李明轩啊，我发现你最近啊还挺让人满意的。老板，你开什么玩笑，吓死我。哇，太好看了。老板，这肩线，这腰身，简直是量身定做的呀。老板，李明轩，我怎么觉得这不是我的风格，这颜色也不好看。好看啊，白的发光。老板你看，试个衣服打个领带太麻烦了，这好看。好看。老板，这个是什么？还是啊，这个也好看。哎，不是了，累死了，全包起来吧。好的，老板，全包起来。儿子拿着，今晚回家吃饭啊。李明轩，走了。来了，老板。找了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啊。我刚在附近办点事儿，所以提前过来了。不
总今天挺帅嘛。我也觉得我今天穿的特别帅。差不多得了。有一本书上说。行了行了，李明轩跟我说那本书叫《保护蓝博士攻略》。这个李明轩还有什么没说？听说你为今天的约会花了很多时间，费了很多心思。这个地方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为了表达我的感谢，我就姑且相信那本书里说的都是真的喽。我有话想跟你说。怎么啦？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之前有很多误会，我想跟你说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也想明白了，我爱你，我想重新跟你在一起。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为什么？是我今天的安排你不满意吗？没有啊，我特别满意。今天一天我过得特别开心，但是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对不起，是我太心急了。但如果是时间问题的话，我可以等你。等到有一天你能明白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会认真考虑的。但现在我还没有准备好。文兰，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无论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的。慕白，我现在恢复记忆了，是你喜欢的样子。那如果有一天我再失忆了呢？你还是会抛弃我？我想要的不是钻戒，不是什么我爱你，而是安全感。老板，明天夫人生日，你有没有什么？老板，你怎么了？昨天不顺利啊？李明轩，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吗？安全感？夫人说的安全感，会不会是没有看到你的真心啊？我的真心？什么意思？就是凡事不要老想着照自己，而要想着先照照夫人。文兰，院长，怎么还在忙啊？这不马上临床息任了吗？我得确保万无一失啊。哦，正好明天是你的生日，明天晚上我请大家吃个饭。可是我韩姐，我知道我自己劝不动你，但霍院长的面子你不能不给吧？你们先忙着啊，我先走了。啊，好。你呀，安姐，你想要什么礼物？这个我真没想过。哎，咱们就简简单单吃个饭吧。哦，对了，回头餐厅和蛋糕我定吧。哎呦，这些你都交给我吧，放心吧。别加班了，咱们休息休息，下班了，走吧走吧。像不像？像吧。哎，石楚也发朋友圈了，祝兰姐生日。我刚。
兰姐，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大家。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石总，都是他安排的。哎，兰姐，先许愿，吃辣肠。嗯。哇！楚儿，你不是有话要说吗？啊！哎，女儿，上！吃楚，吃楚，吃楚，吃楚。兰姐，其实我……大山先玩啊，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慕白，温岚。生日快乐，这是蛋糕，我亲手做的。这蛋糕挺好看呀。对了，还有这个。啊，你不要误会啊，不是钻戒，就是一个普通的礼物，送给你。哎，你先等一下，等我走了以后你再打开。我走了。也太丑了吧！谁送的？真的好丑、啊。我觉得挺好看的。好看？不过你看这鼻子和嘴，这像谁呢？兰姐，刚是慕白吗？哎，这后面有一个温字，温，这是不会是兰姐吧？兰姐，那确实挺好看，好看。你不是有话跟他说吗？哦，石楚，你有话跟我说。啊，兰姐，我想跟你说，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临床试验成功。对，试验成功，试验成功。你怎么来了？这条项链是庄文成给你的。他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容我把这个给你，说这是你妈妈的项链，你小时候经常带着它照镜子。慕白，谢谢你，这个礼物我真的很喜欢。对了，我这次见庄文成，觉得他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你帮我带上吧。好。好了。
来。哎，霍院长，有什么事你就亲自问蓝博士。听说你们下周就要进行临床实验了，我特地代表公司来看看情况。阿楚，哎，你给林小姐介绍一下咱们组里的进展吧，我出去一趟。好巧呀，温姐姐，真是辛苦你了，等了我这么久。林小姐脖子上的项链不错呀。你不说我都没发现，怎么你有这条项链也是穆哥哥送你的吧？是啊，这么巧啊，不知道林小姐的项链在哪里做的呀？你什么意思啊？这是穆哥哥送我的。哦，你还不知道吧，这条项链是我妈年轻时候亲手做的，背后还有我小时候刻的妈妈的名字呢。你那穆哥哥真贴心啊，也送你一条刻着我妈名字的项链啊。哎，你好，请问温岚在实验室吗？穆总，蓝博士和石楚出去了。太帅了。走啦，蓝姐的人。穆哥哥，你怎么来了？你这项链是怎么回事？李明轩，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你给我看看。就你老板让我打个照片。快点给我看看。就是个照片。穆哥哥。老板，我正好有事找他，我去给他送。快说实话。穆哥哥，我那天就是看温岚姐戴这个项链很好看，我就去买了一条。我上次就警告过你，不要再去找温岚的麻烦。穆哥哥，你听我解释。如果再有一次，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实验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能见到成果了。是啊。但我还是有点担心。没事的，温阿姨努力了那么多年，自从你接手之后更是突破了瓶颈期，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干杯。干杯。两位慢走。穆总留步。穆白最近骚扰你了吗？好好的提他干什么？我不是怕你就心软被他骗了吗？慕白这个人沾花拈草，惹是生非，自恋自大，我怎么可能会被他骗？他就是个大渣男。韩姐，其实我一直想和你说，不是真的喜欢你。慕白，虽然你经常惹我生气，但是我好像有点喜欢你。电话没人听，留给我的只有回忆和慕白这个人沾花拈草，惹是生非，自恋自大，我怎么可能会被他骗？他就是个大渣男。忘记了爱情，我以为熬过漫长风雨，春天就会来临。你的一呼一吸，一点一滴都像极了爱情。如果我只是一怎么走到这里了，我也会对你表明，永远都不会放弃。我没事，就到这儿吧，你先回去吧。那行吧，你慢点啊。温岚，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谢谢。你到底在我家门口干嘛？天气不错，我出来转转。这也叫天气不错？一开始还挺好的。你在说什么胡话呀？你到底怎么来的？李明轩呢？温岚，我不知道林岩做了同款项链过来找你，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不用道歉，他那点小把戏我都没放在心上。那就好。阿姐，你怎么这么烫啊？是不是发烧了？好冷。温岚，其实你并不讨厌我，对吧？神经，我去给你拿药。我想喝水。好好，我去给你拿。啊，对了，我刚刚给李明轩打电话，他一会儿过来接你。喂，老板，我一会儿就过来。你自己试一下吧，这水烫不烫？怎么了？感觉有点冷。我叫李明轩直接带你去医院吧。不用了，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很冷。好吧，都听你的，病人最大。那时间不早，我就先去睡觉了。晚安。哎，你要去哪儿？我就在隔壁房间，你在这儿好好休息。啊，渴死我了！你快帮我看一看。你演的也太浮夸了吧！哎，温岚，我一个人在这儿也挺无聊的，你要不留下来陪我聊聊天好不好？那我就陪你一小会会儿，你可不许碰我啊！温岚，我没有想要逼你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每天看什么，都想再看你。你别说了。不行，我必须得说。我以前吧，老说一些让你伤心的话，和做一些让你难过的事情，但其实我真正的内心，从来都没有放下过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是真的和你离婚了。但我这个人吧，又不想输给你，但现在。我很明确自己的内心，我想重新和你在一起。我爱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要考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说什么？没听到。那就算了吧。怎么了？实验出什么问题了？快点，快点！去去啊！去啊！去啊！快快！温岚，我喜欢你。我想说，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对别人说，喜欢你三个字。非常容易，但是对你说却真的困难。你愿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师楚，我一直把你当弟弟。这么多年来，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吗？慕白还在楼下等我。兰姐，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我今天只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慕白能够保证不伤害你的话，那我祝你们幸福。石楚，沈夜怎么样了？实验失败了，你要好好待他。文兰，我听石楚说实验失败了，你没事吧？你等一下。喂，穆先生，庄文成休克了，你赶紧来一趟吧。是文兰小姐吗？对，我是。这是庄文成给你的信。兰兰，首先爸爸对你道歉，这些话我没脸当着你的面开口，所以写下来告诉你。在我身体出事以后，我想了很多，也反思了很多，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最后只有你和慕白关心我，我不敢奢求你能原谅我，都是咎由自取，却怨不得别人。虽然你妈不是我害死的，但是我的确有无法推脱的责任。当初我就是因为自尊心作祟，被时泰集团收买了，偷偷的把你妈妈、舅舅研究的资料还有数据都销毁了，这才导致他们过度劳累，接连病倒。我知道我不是个东西。自从你妈妈去世以后，我每次看到你就会想起我曾经一无所有，倒插门，所以我才总会对你横眉冷对。为了让你离我远远的，我好投个心安。我很自私，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如果我手术失败了，请不要为我难过。对不起了，我不配当你爸。是他，到最后伤心的是我呀。不会有事的。好，很好。等了这么久，本来那不是研究成果，而是你要远走高飞啊。我没觉得我的选择有什么问题。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慕白和温兰复合，真是没出息。我做错什么了？该努力我都努力了，你让我不要坐以待毙，我也照做了。可结果呢？我就算再不甘心，也不会像你和父亲一样不择手段。石楚，花了五年的时间，整整五年，我们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都用在这个项目上，绝对不能输。你不想破坏温兰的实验，我接受。你也不想参与慕斯和石泰之间的竞争，我也接受。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温修远现在在哪里？你别做梦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说，如果你要赢慕斯，就光明正大的去赢，别在背后耍阴招，给我丢人了。医生，我爸他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没事了。好的，老板，你舅舅就是我舅舅，城北疗养院是吧？好，我办事你放心。拜拜。我姑奶奶，你怎么跟幽灵一样，怎么连声都没有？穆哥哥呢？
他在办公室吗？老板他谈合作去了。谈合作？我看是去见温岚了吧。我也一直觉得自己恨透了他，毕竟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妈的事。可是想到他如果死了，我还是会难过，还是会害怕他有一天真的会离开我。别想太多了，他都已经改过了，你也要试着慢慢去接受他。这段时间，谢谢你。那还用说？对了，其实那天石楚叫我去实验室，不是数据出了问题，而是那小子跟你表白了。那你怎么回答他的？我说我家慕白还在楼下等我的。真的？亲爱的穆总，你还没有通过考察期呢。林小姐，你是时泰集团的？时泰集团的 CEO 石群，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个合作想找林小姐谈谈。什么合作？借一步说话。林小姐，听闻您对慕白爱慕已久，关你什么事儿？如果碰巧有个事儿能够破坏温岚和慕白之间的关系呢？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实验室偷资料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做不到。嗨，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傻事儿呢？那你要我做什么？你知道温修远吗？温岚的舅舅，第一个实验对象。温修远？你舅舅就是我舅舅。城北疗养院是吧？好，我办事你放心。你只需要告诉我温修远在哪儿就可以了。想得美。林小姐，希望你能再好好考虑一下，到底是这个小实验重要，还是你的穆哥哥重要。蓝博士，蓝博士您好，蓝博士，请问精华为什么要停止实验呢？外界现在传闻您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实验是吗？是的，我们现在确实遇到点问题，但是请相信我们很快可以解决的。很快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临床实验呢？我们现在正在重新寻找合适的临床实验患者。是吗？到底是药有问题还是人有问题呢？看来蓝博士遇到些麻烦，如果你愿意，我倒是很愿意帮忙。石总，你很乐于助人啊。哎，穆总来了。穆总，您说两句吧。穆总，穆总这说的就不对了，我这是乐于助己。现在蓝博士手头遗传基因项目可是我时泰的重点项目，我当然得帮。我看你是贵人多忘事吧，一直合作的都是我，这个研究项目不管做不做都是我的事，有你什么事？我有件事儿忘记告诉大家了。不久前家父告诉我，温青女士在数年前和我们时泰签署了遗传基因研究相关的专利转让协议书。还有这个事儿？专利转让？是啊。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领域研究的相关成果都归我时泰所有，就算蓝博士现在接手了这个项目，也无权
改变合作公司。怎么可能呢？我妈不可能和你们签这种协议啊。这个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那蓝博士有什么想说的吗？不好意思，我们还有别的安排。爸，听说石泰那边已经发律师函了。啊，不是啊，可是我当时听说合同没有签啊。恩情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吧？这谁能说得准呀？别说了，干活吧，走吧。好的，石总。那份协议到底怎么回事？我看你是太久没回家，越来越没教养。你别和我兜圈子，我现在只想知道真相。真相就是合同上的一笔一划都是温青亲笔签的。怎么可能？当年爸爸为了和温博士合作去了多少趟金华？闭嘴！一口一个金华，一口一个蓝博士，施主还记得你姓什么？我只是不希望你们一错再错了。温秀也在疗养院出事儿，是你派人做的吗？你可以走了。所以真的是你做的吗？别逼我把你赶出去。你真太令我失望。现在石泰拿出这份合同，我们该怎么办？这么重要的合作你竟然没有调查清楚就敢和他们签合同了，浪费了我们这么长的时间，还白白砸了那么多的钱。现在好了，让石泰捡了个大便宜了，这些损失你必须得负责任。林叔啊，当初和金华合作的时候你可是双手赞成，怎么现在出了点事儿你就急着撇清关系啊？我怀疑啊，当初和金华的合作就是一场骗局，你就是想讨好你的老婆，你这是以权谋私，你还对得起董事长这个位置吗？林叔，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唯利是图，没想到在混淆是非上你也是一把好手，带点脑子吧。你闭嘴，我告诉你，这次危机要是化解不了你就等着被罢免吧。对不起啊，这件事连累你了，你一定没少受股东的气吧。这点事我要处理不好，这慕斯啊早就该改名了。还有别对我说什么连累，这都是我分内该做的事情。你说这都是我妈妈的心血，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对我很失望吧。不会的，你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哎，不对，如果当年你妈和石泰签了协议，那为什么石泰还要拖你爸下水呢？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妈当年拒绝与石泰合作，这是媒体外界都知道的，那这份协议一定有问题。如果当年你爸真的帮石泰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他肯定知道很多那些。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在此呢我要代表石泰集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公司接下来的发展计划。关于蓝博士的研究，石泰集团我们不愧是一流的公司啊，连造假的手段也是一流的呀。蓝博士，恶意抹黑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石总可知遗传病研究这个项目并非只有我妈妈一个人负责的。所以呢，这和你抹黑我们石泰集团造假有什么关系啊？遗传病研究这个项目是我妈妈和我舅舅共同研发的，所以在申请专利时需要他们两个人共同去申请。按照规定，专利申请人数量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时候，转让的时候就必须经过全体申请人的同意。石总，你手里那份文件应该只有温青博士一个人的签名吧？空口无凭，凭什么相信？我手上的协议可是有温青亲笔签名的，而你们呢？你那个舅舅，让他出来说话呀。蓝博士，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就别在这儿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你要证据是吧？我这里有。温修远不是行吗？舅舅。温修远不是行的呀？什么时候行的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是不是想说，你已经给他注射了破坏实验数据的试剂？
对吧？可惜啊，你还是晚了一步。温九九他怎么样了？没事，只是体重数据出了点问题。韩姐，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好温九九。阿楚，临床实验昨天就已经成功了。温九九，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当年，精华的大部分专利都是我和温情一起研究的，也包括现在讨论的遗传病基因实验。九九，交给我吧。这份专利申请书，石总，你好好看看吧。所以你们跟我妈签的那份所谓的专利转让协议，现在不过就是废纸一张。这么说，当年温清博士和时泰集团的签约是有问题的了。接下来，请大家听一份录音。大家好，我是庄文成，温清的丈夫。当年时泰想找温清合作遗传病基因研究的事，被温清拒绝了，他们便贿赂我，让我调包试剂，销毁实验数据。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工作，我只是精华名义上的小股东，自尊心让我接受了时泰给出的条件，做出了对不起精华、对不起温清的事，真的对不起温兰。爸爸，对不起你。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到底用什么手段逼我妈签了这份协议，但是我妈妈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和你们时泰集团合作的意思。新疆新闻报道，时泰医药股价暴跌。这下这个师巡可有的忙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的。但是这段时间还是要谢谢你陪在我身边，不然我肯定不能像现在这么勇敢。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什么呀？这该死的黎明选择。是什么？某某总裁依靠这本攻略逆天改命，追回美女博士，热门畅销书销量已破10万册，这么厉害啊？温岚，你听我解释。我对你是真心的，这本书只是……不用你解释。怎么还没下来？还有事情在忙吗？我们马上就下去。我在楼下等你。你来干嘛？都是因为你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说。我的数据在哪儿？石巡，你这样做是违法的，你知道吗？废物！我把数据交出来，不然今天也先活着出去。木兰，木兰，别过来！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情冲我来。你来的正好，你们俩今天谁都别想活着出去。石巡。我知道数据在哪儿。在哪儿？在后面。后面柜子里。
慕白，你没事吧？怎么样，是不是很帅？啊，慕白，慕白，你怎么了？慕白，你醒醒啊！慕白，慕白，你别吓我！慕白，你醒醒！慕白，你醒醒！时间过得真快啊！以前和你结婚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但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夫人，我出去整理一下。我跟你说，你可要快点醒过来，我可是费了那么大力气帮你追到夫人的，你要是再不醒过来，夫人就要被石楚那个混蛋给抢走了。他敢。慕白，慕白，慕白，你松开，松开，松开。你可不可？你刚刚叫我什么？慕白啊。老板，我是叫夫人。哎，等一下，等一下。一会儿陪我演出戏。慕白，慕白，你没事吧？慕白，你终于醒了。你是谁啊？夫人，老板一醒过来就这样了。我是温岚，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温岚。你好，请问你是谁？老板，你不会是失忆了吧？这是在哪儿？慕白，我是你妻子，我是温岚。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温岚。温岚。夫人，我去叫医生。慕白，喝口水吧。来。我帮你按摩按摩。咋了？疼啊？疼。疼才有效果啊！对对对不起，对，我错了。错了错哪儿了？我不应该诚实与骗你。以后你还敢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我就算忘了自己，也不会忘记你。骗子，骗子，骗子，大骗子！好了，我可是病人。慕白，我很担心你。没事的。我们复婚吧。紧张吗？不紧张。扣子没扣好。新娘来了。
温岚，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一定是在婚礼上。我相信现场会有很多的宾客，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慕白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再次和你结婚。我这个人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所以我想要的东西都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也理所应当的以为你会爱上我。当你离开我的时候，我也以为你会主动回到我身边。是你让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也是你让我懂得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如果你想要，你要学会争取。幸运的是，你最后还是回到了我的身边。我爱你，老婆。这么开心。哎，这本书又是李明轩给你写的？当然不是了，这些啊都是我自己学习和总结的。真的吗？那你给我讲讲。